他食物了。我刚刚做噩梦。什么噩梦把你吓成这样？我梦到跟别的女生上床。嗯，那那个女生是谁？我不认识她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小坏蛋，没事啦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梦啊跟现实是相反的。梦跟现实是相反的，就像我每次梦到我发大财，但是现实生活中就没有。所以那个女生我认识。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梦跟现实是相反的。谁？什么谁？我在梦里不认识那个女生，然后你又说梦跟现实是相反的，也就是说我原本不认识的那个女生其实是我认识的人，所以我认识的那个女生是谁？小文还是露露还是小林？都不是。我就跟你讲的，我的意思是你最好跟我老实讲哦。没有哦。所以你说什么梦跟现实相反，耍我？我的意思是你梦到的跟你现实遇到的不见得是真的。所以我就问呢，到底是谁？干你学考油啦，妈困把心无影紧困啦，规张黑叫嚣杂货嚣啊，瓜小了。